好啦，试习嚟到11月20号啊，第一组嘅1050米嘅泥习啊，准备啦。七只马斯，好啦，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，嗰只咧就威威多声，就威威巨声啊，出闸啊就稍微慢啲嘅马嚟啊。睇翻前面先啦，咁啊见到咧，稍稍带咗出嚟浅蓝衫咧，就系呢只女英进区。出面系高风格就绿色衫嘅内栏啦，咁啊橙衫就系赤胆啦，蓝白格仔衫雪峰神驹，咁啊出边黄衫海钻石，尾耳威威巨星，咁啊响尾嗰只咧就系踏浪而来嚟噶。好啦，转紧翻中间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友呢只咧就系女英进驹嘅，咁啊外边咧就高风格响呢个咧就第二位，赤胆啊第三啦，咁啊后边嘅马啦，雪峰神驹中档啦。出面咧就係海鑽石黃衫啦，內欄上咁多少咯，就係呢只踏浪而來響尾咧就威威巨星啊！好啦，最後200啦，咁啊前面帶咗出嚟嘅馬都仍然係呢只咧女英進區入邊啦，高風格咧都開始啊逼下佢啦，響呢個第二位啊拍住佢嘅，外邊海鑽石啦，咁啊中間位置咧就有呢只雪峰神驹。个终点啦，女英进区第一，高峰格第二，雪峰神驹第三，海钻石第四，第五就踏浪而来啊！后边嗰两只马啦，咁啊红衫咧就威威巨星啦，赤胆就褪咗喺后边啊！